现在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为我们慈悲看图腾。好，哎，来吧。啊，台长好。我想请问，我自己1977年属龙。1977年属猴子的是吧？属龙。属龙是吧？是。77年属龙的，好，你想问什么讲吧？看看我自己的图腾是什么颜色。偏深色的。深色，就是说好像巧克力色，就是你以后要穿衣服最好偏深色一点，比方说去 interview 啦，对人家怎么啦，要穿的稍微颜色深色一点，你就会幸运一点。深蓝色、黑色啦，都可以。可以。你属龙的是吧？是的。所以请台长可以看。年轻的时候很活跃，谈过好几个男朋友。所以，请台长看一下我的婚姻。你的婚姻啊？是。不好哎。要如何化解？你脾气倔得不得了哎。你这条龙啊，飞是逆行的。逆行。逆行就是说不像跟人家好好的过日子那种感觉，就是你很喜欢，哎呀，性格比较开朗啦，交朋友啦，就这种啊。是的。你老公听你话的。我和我先生之间的感情问题就是。你先生属什么的？你告诉我。属老虎，1974年。你属龙。是。你告诉我能好不啦？新加坡有个这么有名的万金油，你不知道啊？龙虎牌。听不懂啊？是。所以你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还特别好呢，而且你最早的时候，我看见这只老虎最早的时候，就是还没跟你认识之前呢，他有一个女朋友的，后来跟那个女朋友不好了之后，你才插进来的。鼓掌。听懂了吗？懂。你现在跟你老公。两个人嘛，也是这个感情问题。我现在跟你讲，你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你老公嘛，就是说你太凶了呀。是我。是的，你管住他太紧了嘛，他就找了外面去。可是如果我没有问他，没有什么，他反而觉得，哎，怎么我很奇怪。你要记住啊，人善缘用完了，接下来就开始恶缘来了，明白了吗？你比方说结婚之前都是善缘，等结了婚之后了，开始恶缘来了。你看为什么结婚之前都这么好，结了婚之后呢就开始吵，对不对啊？它就是个缘分问题，会转换的。那还可以再修善缘吗？就是说两个人在修是吧？你天天念解结咒。天天念解结咒。请跟请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我先生某某某和我某某某能够化解恶缘，每天念。我之前一直在念经，连他就会很讨厌。我告诉你，你记住我句话，你刚刚开始吃饭你能胖吗？你刚刚能看病你会好吗？你念了多少时间呢？你问问人家法师念了多少年了，对不对啊？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时间还不够，好好念，明白了吗？你不要太凶，你有时候要让他感觉我念经了，学佛了，我改变了，让老公感觉到你真的对他很好。你现在让他感觉学佛是佛，你是你，你学佛你还是你，佛还是佛，他怎么会相信你啊？那师父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先生身上是否有灵性？你先生身上有灵性，你身上有灵性哦。我身上有灵性。你掉过孩子啊？有啊。鼓掌。听懂了吗？好。你好好念经啊，这孩子老在你的腰上啊，你的腰很不舒服啊。
妇科也不好。妇科。你看看年纪不大，你现在关节也不好。关节不好。啊，而且过去失眠。你别看你头发这么多，掉了很厉害。我讲的对不对啊？对。那师父想问，我需要多少张小房子来化解我身上的灵性？你现在身上的灵性69张。69张。念完之后，希望你做梦做到一个小孩子走掉了，那这个孩子就已经走掉了。好。听得懂吗？好。啊，这是一个。如果还没做到，你还要继续念27张。跟你老公的冤结每天念，对他好一点，他骂你，你千万不要顶嘴，变了个人一样。你心中想，只要他现在不离开我，我就，就这样。听得懂吗？对你来讲虽然难一点，但是你要坚持，没有办法的。你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他离开你了，你更难受了，对不对啊？你太厉害了，你以为啊，你早我也早，但是你老公我现在看图腾比你长得好看一点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但是个子没比你高多少，高这么一点点。 是的。鼓掌。现在明白了吗？好，明白。好了，谢谢师父。啊，好好修啊，好好念经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让我第一次来法会就抽到了图腾，感恩感恩师父鲁军台长，感恩。但是我没有拜师，我已经叫你师父了，师父谢谢你。他今天来主要目的呢，就是看图腾的，所以他刚刚讲了，谢谢，我今天来看图腾了。谢谢。我今天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我儿子1985年属牛的。等等啊，看看他，等等啊，八五年属牛的。对。你儿子男的。对。好。啊。对。对不对啊？对 对。八五年属牛的。有什么错了？你们笑。你们笑我搞不清楚了。八五年属牛的。是。你儿子啊？对，师父，我儿子85年属牛。想看什么讲吧。想看他的身体部位情况。等等啊。嗯。哦，脑子出问题了。是的，经常玩游戏。我告诉你啊，晚上不睡，早上不肯起来。对。我告诉你啊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你跟他讲几句话他就很讨厌你。对。吃饭都不想好好的吃。对。晚上有时候还自言自语。晚上呢我不知道，因为他不在我，不在你房间里。对。你晚上敲敲门进去。嗯。听一听。嗯，说什么了？属什么的？属牛的。啊，这头是水牛啊，但是水啊只在它的脚的一点点啊，很缺水啊，它很缺水，它不喝水啊，你要叫它多喝水啊。是的，要洗澡啊，它连澡都洗得很少啊。哎呦，台长你太对了，真的，他从来不喝水，就喝可乐，可乐。他就不肯洗澡，你还在边上节约用水。没有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要叫他好好的念经的，因为他身上有你打胎过的一个孩子在他的身上。哦。你打过孩子没有啊？有。现在明白了吗？在你身上经常跑到他身上，过去呢你的腰痛，他经常在你的腰上，然后呢还有让你头痛，现在呢你念经之后好很多了，就老在他的身上。而且他有时候还在你们家里的墙房顶上，你们家的房顶经常有稀稀疏疏声音的。哦，这样的话我也没有仔细听。好好念经。嗯。把它超度掉，它离开了，你身体就会好了。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。嗯。
哦，家里倒还蛮大的。是的。嗯，还家具还是蛮漂亮的，这种古色古香的有一点，嗯，嗯，蛮会赚钱的嘛。嗯，你家里阴阳不调和，你知道吗？阴阳不调和。就是阴气比较重一点。哦。也就是说你比较凶一点。是的。听得懂吗？你好好念大悲咒呀。哦。平时在家里就把大悲咒经常开着，这么放啊放啊放啊，家里就会有阳气的。哦。好吧。嗯。而且你有时候经常要拿那个菩萨来吓你的孩子，你不要拿菩萨吓他，你吓吓他已经够了。菩萨要惩罚你的啊。嗯。嗯，经常这样。你老实一点啦。好的。你别看他现在长的样子，我刚看他图腾，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的。谢谢。哟，还谢谢哦。嗯，你还想看什么？我就是我儿子那个。你给他念吧，先念108张小房子。啊。好吧。啊，还有放多少条鱼？2300条。哦，2300条。哦，等等等等，你儿子好像怎么身上好像有一个过去的师父啊，就是像一个法师一样的人哦，有个女的。这样的。他过去小时候到庙里去专门去拜过吗？庙里是去过的，但是我也不大记得。他经常喜欢不喜欢就是说去跟庙里的过去的法师啊接触啊，他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师父对他蛮好的，可能现在已经是过世了。这样的。在他身上。女的，比丘尼。这样的。你给他念36章吧。好吧。36，还有100多少？108。哦，我写。他们有人帮你记的。好吗？有人帮你记的。好好好。好吗？你自己好好的努力啊。嗯。你想不想看看这个人啊？我可以叫他到你梦里来的。不要不要。不要。好吧。嗯。师父，感谢感恩你。我还要问一下我自己，就是1962年我属虎的。62年属虎的是吧？怎么样修才能够让我更好，让家里更好？你每天呢，早上8点钟求菩萨。每天早上8点钟菩萨都在。我是每天10点钟求的，因为我孙女睡在我这里的，我八点钟有时候孙女要管啊什么的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就是祈求菩萨，我说我只有10点钟来进香。菩萨就你说10点钟菩萨就10点钟来了。你很聪明哦。菩萨你10点半吧，我很忙。你索性叫他10点半来好了。不过菩萨还真来的，他家里香打卷的。嗯。感恩。护法神也有。嗯。你自己腰当心，肠胃不好。肠胃不好。你有杀业。就是过去杀掉很多活的东西。嗯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其他没什么，你就是嘴巴不大好。嗯、你以后好好改嘴巴。哦、你骂起人来真的很厉害的。骂谁雷哦，我骂谁雷哦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而且我问你一句话好吧。嗯。你老公今天没来吧？没有。老公没来我讲给你听啊。嗯。你经常跟你老公讲话少，对他好一点。因为你的命很硬、你克他的。这样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一讲话他就闷住了，讲不出来，心里很难过。是的是的。是的是的。你听得懂吗？他有时候我一说他说你看你看我一你一说了我呢我汗都来了呢。看见了吗？他就这样。是汗都出来了。他说我那加持啊。那台长给人家加持也就是汗出来啊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命很硬，你克他的。所以呢，克他呢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少跟他接气，气场就讲话不要多。但是呢，可以给他做事啊，给他笑脸呐、对他好啊，都没关系的。但是你一跟他讲话，他就憋着难受。
听懂了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哎，所以你少跟他讲话，你尤其不要骂他，明白吗？经常想一想，一骂他，他就克住他，克住他，克到后来会出毛病的。嗯，好的。那师父，我自己的话要多少小房子放多少生？你把自己身上的孩子要超度掉。哦。49张小房子。哦。好吧。好的。是个女孩子，打掉的是个女孩子。嗯。嗯。我不止一个。我已经做梦的时候，我已经被你超度掉一个，超度掉了一个，超度掉一个了。对对对，他我做梦做到过的。看见了吗？超度完之后做梦做到的。是的。啊，我告诉你了。现在就一个。好吧。好的。这个灵性赶快把它超度掉。49张，如果还念不掉，再加27张。哦，好的。好吧。那师父，我的功课的话，应该是怎么样呢？心经啊，多念点心经啊，你多开点智慧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心脏不是太好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。你每天早上起来手发麻，知道吗？有的，我今天坐飞机都手麻了，是的。师父，我要放多少条鱼？300条。好，谢谢。好吧。师父，我可不可以开始一下？我可不可以那个再叫我问一个问题，可不可以？就是我的孙女啦，叫陆佳妮，今年5岁，就是不好好吃饭，经常吵闹了。给她念心经就可以了。哦，好吗？哦，你自己合掌，合掌念大悲咒，念完大悲咒之后手搓一搓，在孩子的头上摸。哎，你照样有加持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好吗？好的。哎，你自己要是想不通的话，听得懂吗？你要是自己想不通的话，你也经常念念经，然后在自己头上摸。好的，好的。好。好的。好好的，脾气改一改。哦，好的，明白吗？我会改的，明白。把你的头发嘛，稍微撸了上去一点。哦，好的。这叫天庭饱满。好。一个人要有运气，前面一定要亮。好的，前面天庭一遮住，没有运气的。所以额头一定要亮，叫天庭饱满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鲁军台长，谢谢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我1967年属羊的。想问问师父事业和婚姻。67年属羊的是吧？对。哎呦，你还债啊，小丫头，你要还很多债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还情债，2次情债。你现在告诉我，2次情债。两次情债。你会很伤的，你现在伤了几次了？我也没有。你已经伤过一次了，你这个属羊的非常可怜，在一个环境边上都没有羊的，羊一般都有羊群嘛，但是这个羊它边上都没有羊群的，就一个羊，孤独的羊，所以你的性格非常的孤独，性情非常的孤独，你很不能让别人理解你，你也不愿意去理解别人，脾气很倔，性格很倔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要不要改啊？要改。你改，你每天念心经，你要想婚姻好，你念大吉祥天女神咒，念了没有啊？没有。赶快念，好不好啊？好好。你过去有过一个人的，没有成功。哦，你这个人真的脾气很倔。而且你的不好意思啊，我讲实话啊，就是你生出来之后啊，爸爸妈妈当中啊，就是家里出现了很多的问题，听得懂吗？这个我不清楚。所以你自己长大在这个环境当中，你压力非常的大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的性格非常的坚强，你不大愿意靠别人，你的腰也不好。是的。
而且我讲个事情给你听听，你不要紧张，你们家族里边先天性的心脏有点小问题，所以你以后一定会心脏不舒服，你现在就是应该有心脏不好了，我现在看你的心脏已经不是太好，现在很紧张，不是现在，我说你平时在家里脚抽筋哦，你家里的条件不是太好啊，一般呢。你好好念经啊，你为什么还不好好念经啊？念的。大悲咒心经念了吗？念的。事业也不顺利啊，你这个人不合群啊，所以这个阳啊，孤阳所以不好，你能不能学学啊？学学学佛的人应该笑，你从现在开始学会笑，而且把你的眼镜啊不要用这种黑框的，亮一点，像金边的那种啊，然后要笑，你找工作你还能再换一个好工作，听得懂吗？否则人家看见你就很讨厌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虽然我看看你还蛮好的。那师父怎么用念经来化解？就是天天念解结咒呀，化解你跟，比方说你在单位里跟老板关系不好，你可以念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某某某，化解我某某某和我老板某某某的冤结。那这个很简单，我上次叫一个人，这个人说他老板每次看见他都不笑的啊，总是要讲他，他就讲了，后来念解结咒，他老板在骂他指着他骂的时候，边上还有科，就是科室里的科员嘛，他看着老板就老板跑掉了，又跑回来冲着他，你们大家说对吧，跑掉了，这是他真实的事情。解结咒化解冤结，你要跟很多人化解冤结，明白了吗？不要跟人家闹，不要跟人家吵，那是最好的方法。我告诉你，争吵没有好结果的，最好的方法是以柔，柔性是最好的，对不对啊？师父，那我身上有没有灵性？你几几年的？六七年的。有啊。小丫头，你身上有啊，有一个老太太。有个老太太。你做梦有做到过一个老太太没有啊？知道没有。前几年呢？那要多少张小房子化解？他就在你睡觉床的左边。左边啊。你床的左边有个窗户。对。他就在你左边窗户上面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赶快给他念掉27章。27章。好吗？好的。你傻傻的，你这个脑子不转弯的，你所以在社会上吃很多苦啊！你不要脑子不转弯的，小丫头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吧，因为你的性格生性像男人，非常的豪爽，买东西给人家男人啦，什么对人家很好啦，性格太男人化了，听得懂吗？因为你出来的时候是个男人啊，就是本来应该是个男生，后来投胎成女人的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好了。那师父，我问问我儿子，叫是97年的牛。是你的谁啦？我的儿子。你想看什么？看看他，因为他前段时间摔了一跤，我想看看他有没有灵性啊什么的。97年的牛啊，牛，没事啊，没事，过节，哦，这儿子还是很懂事情，跟你很好，你很孤独，但是还好有一个儿子，我讲话你听得懂吗？谢谢，那我再问一下王，不能问了，我爸爸，你爸，哎，哦，在哪里？在什么时候死的？2014年。叫什么名字讲吧。孔丽云，孔夫子的孔，胜利的利，白云的云。看到了，脸圆圆的，个子不高，头发花白往后梳的，耳帘子也蛮大，
眼睛下面是平的，上面眼睛是这样往上笑的。他说他做梦给托过你，做梦做到过他好几次，他过来看过你。做过的。你现在想问他在哪里是吧？对。你爸爸人挺好的，吃苦耐劳，阿修罗。哦，谢谢，感恩师父。但是你爸爸有个很大的毛病不好，你知道吗？脾气太倔。对的。倔得不得了。那师父，我还要给他念多少小房子？你再给他念84章吧，他可以推上去一点的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。小丫头，我告诉你，你爸爸比你长得高很多。对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长得这么矮啊。好啦。好，感恩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谢谢。哎呀，那边掌声很响，我慢慢帮你们看图腾啊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南，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。师父，我想帮我妈妈看她的身体部位，她是1975年属兔的。边上那个是谁啦？我的二姐。姐姐。你的二姐。我还以为你妈呢，这么年轻呢。帮你妈妈看看，你妈妈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75年属兔的。1975年属兔的，嗯。看她什么？她的身体。颈椎不好。对对对。你要当心啊，你妈妈血管有堵塞啊，手经常发麻。对，他有冷得不得了。他有看医生，医生说他贫血，关节也不好。对，肠胃开过刀。这个不是很懂。嗯，你去问你妈就可以了。啊，好的。左腹非常不好，经常胃痛。啊，对对对。我看见了。你妈妈身上有一个男的，个子不高，头小小的。Uh-huh. 我不知道是谁啊，就是一个灵性啊。啊哈，可以。有两种可能啊。嗯。我看看啊，啊，你妈好像掉过孩子，像个孩子。对。现在明白了吗？赶快叫他念经啊。那还要做多少张小房子？78。要放生多少条鱼？放生多少条鱼了？叫你妈吃素啊，赶快啊。她吃全素了。现在是吧？对。你妈妈过去吃了很多鱼，过去最喜欢吃鱼。对。人倒挺好的，人的挺好，对对，良心也挺好的，受了一辈子苦。嗯、对。嗯。你还想问什么？我还想问一下我家的佛台。你是家里的主人是谁啊？算你了。不是我，是哥哥是佛台。几年属什么的？95年属猪的。家里的佛台是吧？对。啊，进门的右手边。对。靠窗户这里。啊啊。很好啊。好的，感觉。弄得蛮干净的。对。但是睡房里边不干净，被子啊什么都，哎呦，沙发上堆的东西。对。鼓掌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好啦。感恩。你这样吧，那个佛台的对面呢、啊，有一个房间，好像有点像卫生间，气场不是太干净，
就是在他的佛台面对的菩萨的后面有一个房间不大干净，能不能贴个山水画？大幅的还是小幅的？小幅的就可以了。好的。好吗？好的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了。没有啦。好，感恩南无，好好修心啊，小弟啊。好，感恩师父，好好努力。感恩菩萨。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军宏台长，请台长帮我看一下1963年属兔。1963年属兔是吧？是的。看到了，想说吧，想说什么，问什么，讲吧。看身体。我从上面帮你讲下来，好吧？好的。好，掉头发。对。记忆力衰退。对。两个眼睛不舒服。对。再帮你往下看。好。喉咙经常咳嗽。是。干得不得了。是。啊，记住了，妇科胸部有问题。对。肠胃的右面不好，肠胃的右边呐，右肠胃经常有腹痛，就是肝和胆的地方。肝啊，胀，有胀。是的。你的肾脏也不好，腰啊，经常酸痛，主要是左腰。再往下，我告诉你，你经常有便秘。是的。关节有点小问题。对。你的两个脚经常发冷。是的。看到底了。你还想看什么？没了，再看就是鞋子了。袜子、鞋子。台长，看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。啊，这个要看。63年的兔是吧？对。有啊，有孩子啊，自己掉过的孩子。是的。他经常弄你一个耳朵，你有一个耳朵啊，现在听东西听不大清楚，人家跟你讲要讲两遍的，你听得懂吗？心脏也不好，他经常弄你心脏，手会发麻。对的。你能不能赶快帮他念掉啊？好。好吧。好。你给他念过吗？念过。台长看一看。你念了几张啊？念给孩子几张，我记不清楚了。60多张嘛。好的。不是啊，你上次一个孩子抄掉一个是女孩，60几张念了，给他念了60多张。还需要多少？还要。另外一个要念53张。好的。原来一个还要加21张。好。好吗？好。你这个人呢、啊、真的人是很好，但是你啊专门做事情啊，人家不会谢你的，你对人家再好掏心掏肺，人家不会对你好的。是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来还债的，听得懂吗？听懂了。你一定要听台长的话，不能生气。好。你现在经常生气啊。是的、我从念经以后已经好了很多。你因为老觉得我的命苦啊，我的命苦啊，是的，比你苦的人多得很啊。是。你什么苦啊？苦就是个过程，到人间来就是把苦受完了，你到天上去了。好的。而且我告诉你一句话，你命运当中婚姻有2次，你知道吗？我讲话你听懂了吗？听懂。
所以你好好的念经化解这些感情这方面的问题，你不要觉得人家老甩着你对你不好，你要知道你上辈子甩人家多少次吗？你上辈子是个男的你知道吗？我刚刚看到你啊，像一个做邮局的一样，戴个邮局的这种帽子，是个男的。你这辈子是不是对邮票很感兴趣啊？有没有集邮啊？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。要还债的。好的。过去生中做错很多事情，这辈子要还的。好的。好吧。好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请台长帮我看一下我印的经文质量好不好？很好。谢谢台长。大悲咒、心经都很好。好。嗯。请台长帮我看一下1989年属龙的男的。89年属龙的男的。嗯。想看他什么？什么时候有缘分？89年属龙的。你叫他念念经好不好啊？你这个儿子是不是你儿子啦？是的。你儿子你管得太紧啦。他又不是没谈过，谈了之后你都把他搅掉。你人家跟你儿子好，就像挖你的情人一样的，你要放开一点的，老搅人家。你儿子属什么？刚才在讲的，跑了这个动物。89年属龙。要到今年。8月份有一个胖胖的女的会给他介绍的，你去找一个胖胖的女的跟他介绍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好吧，你不要再搅人家了啊。你这儿子不大敢讲话。哎呦，真的被你压着，怎么都这么厉害啊。哎呦，这条龙是吧？龙瘪龙一样的，飞都飞不上去，爪子在拼命跑，看不到尾巴的，尾巴肯定被你抓住了。你放放他了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啊，你就给他一条生路吧。你让他找一个女人嘛，算了，对不对啊？好吧。好。说不定这女孩子，你叫她念念经，她对你还特别好呢。对不对啊？你不要把所有的媳妇都看成跟你一样这么凶啊。好不好啊？好。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念姐姐咒啊，念准大吉祥天女神咒是化解婚姻的。好，我帮他念过了。哎，多念，念过了。好了，没什么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了。好，没有了。感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。感卢俊宏台长。好。感恩台长就是。我是1969年生的，我自己是鸡年生的。24岁的时候，就是24年，我遇到脑受伤，遇到意外，失去半个脑，失忆，完全失忆，我得重活另外一条命，整了容7次，还有我的需要砍我的脚，拉长寸半。我。在新加坡虽然我 读多两个文凭，可是很难加入社会，到现在还没有工作，可是我上一个课程我要做物理治疗，请问你我怎么样才可以变成一个社会的贡献者？你几年属什么？1969年鸡年属鸡的。怪不得了。什么呢？你有牵绊，就是你挂碍太多，你这个鸡啊整个就在这个鸡笼子里出不来，但是你的头一直从鸡笼子里往外伸，所以你就是说很多机会，但是你都做不到。对不对啊？对。台长告诉你，你的智慧不开，曾经有一个公司对你很好，想要你的，你讲话太多，你有些话不应该讲的，你也讲。人家把你当成脑子有问题，你听得懂吗？懂。你逢人就说我脑子不好，我脑子这个地方，
你逢人就说我脑子的半边是面粉，右半边是水，我头一晃就变浆糊了。你不能讲的，听得懂吗？懂了。你其实现在的脑恢复应该很好，我看已经至少到65%了。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有什么问题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只要对人家善良一点，对人家好一点呐、啊。你不要看这个不顺眼，看那个不顺眼呐、啊。你是有才华的人呐、啊嗯，你应该在年轻的时候，在没有生这个病之前，你很顺利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。鼓掌。我得到总统徽章，突击队军官。嗯、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告诉你，你还能再恢复。你现在几岁啊？48。我看一看啊。你真正的运程要超过49，你的生日之后3个月，你开始转运，你可以一直到66，这几年都会有运程的。谢谢。但是问题，你现在想早一点，我就劝你多念经，而且不要吃活的海鲜。好，谢。可以不可以啊？可以的。你知道你吃了太多活的海鲜，你还有一个致命伤，你知道吗？是什么呢？好色。你不要难为情，这是很正常，但是问题必须要改。一个有事业的男人不能好色，听得懂吗？知道。我跟你讲了，你谈过很多，你开始事业很顺利的时候，人家女孩子来了，你说哈哈，呵呵，来者不拒。我告诉你会伤精神的，对不对啊？自古皇帝哪一个活得长的？太多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讲话你好好听着，没有人肯讲你人们这些话的，只有我冒着被你们骂的危险、嗯、听得懂了吗、哦、我告诉你，你最后的59之后的6年，这是你的黄金时段，你可以改变你的一切，包括你的婚姻。我讲话你听得懂了吧、哦、你像你这种人做个 supervisor 那是个很小的事情了、嗯，你做个 manager 都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，你现在脑子一点都没有差，思维很正常，只是你想不通为什么让我得到这种病，为什么让我在生命点巅峰的时候突然之间这样。我告诉你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人一辈子不会永远顺利，人一辈子也不会永远不顺利。对，谢谢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说对不对啦？对。好了，好好睡你的觉，不要晚上睡不着。曾经坐过很大的位置，现在一下子放不下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好，有一个女士叫我帮她问，她女儿1999年生的，是兔年生的，她的女儿小人下半身瘫痪，不能控制她尿。你的女儿啊？不是，一个女士叫我帮忙她。啊，就帮忙看一看。帮忙问。几几年的啦？99年的。他问需要烧多少个小屋和给多少放生多少，他要他数字啊。大家听到了啊，以后全部改成小屋。你们一天念多少张小屋啊？那么还老屋呢？小房子，小房子啊！其实呢，最重要的讲要经文组合是最好听的。人家叫小房子，已经叫了这样，改不过来了。那你以为你说小屋，大家都改了叫小屋啊？小房子。他几几年属什么的？99年属兔的。小女孩是吧？对啊。哎呦，哎呦，脑子出问题哎。有点像唐氏综合症一样的，不会讲话，还不大会讲话。哎呦，叫他赶快许愿了，身上有两个大灵性啊，明白吗？他这个病医生很难看好的。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叫他赶快念小房子，大概要680张。680。啊，叫他放生，叫他许愿不能吃活的了。好吧。好。其他的没什么。这孩子现在
身体增长还是可以的，就是脑子不行。他的妈怎么认识你的啦？他跑来找我帮忙他。是吧？啊，他很积极。啊，人家为什么会找你呢？因为可能我的脸发光。你看看看，改不了的，大家听到了吗？哎呦，我的桃花盛开呀！哎呀，你倒蛮有信心的嘛，好不好啊？其他没什么，像他这种应该做个总经理没有问题的，就是要对人好一点，不要太精。有时候精过头了，人家反而会看见你防备。一个人不要太精，随缘一点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好做人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啊，我可以问，帮我朋友问他的女儿吗？多一个。你准备问几个啊？呀，这最后一个。后面还有很多了。一个人。还有啊，你问吧，说吧。好，我朋友的女儿，她，我朋友要问她可否有什么灵在她身上，使到她现在已经40多岁了还。没有工作，还没有工作，每次在家里吊。在家里。对。要念多少张小屋？啊，对。小房子，或者怎么样？几年属什么的啦？40多岁，那龙年，我朋友说是龙年生的。啊，不好意思啦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吊过孩子太多了。嗯。嗯，他应该婚姻现在非常不好，应该没有了。但是，你叫他如果硬要婚姻的话，求来的可能也是冤结啊，会一直打架的。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叫他好好念姐姐咒，然后念87张小屋。小房子。然后呢，叫他好好的念念往生咒。往生咒。往生咒，他过去。性格比较坚强，啊，得罪了很多人，叫他好好的放下，没什么大问题的，好不好啊？好，这样我需要你说叫他随缘，随缘。他命根当中有一个男的，脸比较大的，年纪比他大，大概10几岁，你问问他能不能接受？不戴眼镜的，以后蛮喜欢他的，反正不是你。他否则又想了，我的桃花又盛开，又要么又盛开。好了，这样我需要念多少小房子，还有放生多少呢？小房子叫他念87张呀，放生叫他放280条就可以了，好吧？我呢？你呀？你现在想求什么？我求要成为一个社会的好的贡献者，可以帮助提高社会的生命。你有一个朋友现在做得挺好，你过去跟他关系很好，现在不大跟他来往了，你过一段时间过年的时候看看他，跟他聊聊你的情况，他明年会帮你，帮你的话你可能会到政府部门去工作。好，谢谢。你现在自己脑子里一想，你就知道是谁了。知道，谢谢你。知道了吧？对。鼓掌。好啦。谢谢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台长师傅，请你帮我看一下，是1973年属牛的。73年。属牛的。属牛的。我看一下身体。男的女的啊？女的，是乳腺。73年女的是吧？哎。啊，她的血液一塌糊涂啊，颜色偏深哦。哎呦，她有不好的细胞啊。那个乳腺左乳房割掉了。她现在不是左乳房的问题啊。已经影响到他右乳房了，听得懂吗？哦。他整个妇科都不好，腰也不好。是。
你知道他有打胎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肯定是无意掉过。我说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注意啊。这个女的还有子宫肌瘤。嗯，有是、啊。鼓掌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叫她好好修了。她现在好几个小鬼在缠着她，明白吗？哦，明白。找医生去看，开一些药，这些药是抗病菌的、哦，明白了吗？然后自己叫她念小房子，一共要念1200张。1200张、啊。嗯。放生多少呀、啊？800条鱼。800条鱼。否则的话，会影响到她整个的妇科，很不好。你要看的，年纪不大，关节也不好，咕哒咕哒响的。是，两个左膝，两个膝盖都是的。不单单是膝盖了，脑子都不行啊，记忆力差得不得了啊。是。都是这个灵性搞的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。你好好修啊。嗯。好吗？嗯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想问一个那个亡人 叫什么名字啊？李花开，女的，2013年过世的。大唐贵妃啊，梨花开啊。李，木子李那个李。花呢？鲜花的花，开门的开。烟花的花，就是花花的花是吧？对。开门的开。开门的开啊。李花开。嗯。男的女的啊？女的，2013年过世的。2013年过世的。在哪个？嗯，瘦瘦的，鼻子蛮高，两个颧骨有点突出，眼睛有点下面眼帘有点抠进去，人倒蛮干净的，走的时候有点痛苦啊。这个不知道他是这个梨花开，是谁养给我的？哦，他。那个佛友给他念得很厉害，他已经在欲界天了，上欲界天了。感恩菩萨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大哥，这个亡人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走的时候心力非常不好，心衰竭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说什么？这个亡人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亡人是吧？嗯。算了吧，不要给他了，你们抄不上去的，欲界天已经很好了。好吧，嗯，哇，腰很细，踩着云走路，很厉害的。嗯，好。嗯，好了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我现在我是需要看中医还是需要看那个西医啊？你啊？嗯，我自己，就是13年手留着。我觉得你现在应该看中医调理比较好一点，嗯，因为西医就是动手术，嗯，你现在这个身体不适合动手术，看中医调理比较好，加上你自己好好念经，人体像一个手表一样，经常打开了打开了，这个手表永远不会准了，听得懂了吗？你整天左一刀右一刀，前一刀后一刀，杀千刀啊。听得懂了吗？嗯，听得懂。好了，你自己好好靠中医调理一下，好好念念经，修修心，嗯，好吧，嗯，不要贪心，你这个人受苦啊，很受苦的，你一辈子是劳碌命啊。嗯，是。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而且欠一个孩子的，所以你会为这个孩子付出全部，把命都可以不要的。我讲的对不对呀？对，是，是的，对。好吧，嗯，好的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台长师父，谢谢谢谢。嗯，等一下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鲁俊宏台长，求台长救救我儿子。嗯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啊，起来吧，嗯。你好，台长，我儿子是2001年出生的，属大龙的。2000几年啊？2001年出生的，属大龙的。魂魄不在，
经常嘴巴里乱讲，动作乱做，脑子出问题啊。对对对，小时候生活中下，魂魄乱飞，你听得懂吗？魂魄乱飞啊，有时候还会做些女人的动作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有一个灵性在他的身上，还会自残，就是经常打自己的弄。对，非常对，非常对，非常对。鼓掌。这自闭症的特征，对。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，这自闭症的特征。那个灵性晚上就来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晚上不想睡觉。对。有时候还怪叫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跟他不一样啊！我刚刚叫的跟他不一样是吧？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，台长。你赶快给他身上那个灵性要念，我的妈呀，要这么多，先念680章。好。好吧。好。要给他多洗澡。好。因为他怕洗澡，洗完澡他会安静很多。对。就躺下了，就躺了。躺下来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我告诉你，他缺水呀、啊。啊，对，老猛能喝水了。啊。猛能喝水了，对。这个是你老公啊？不是，这是我们的师兄。师兄是吧？对。你们的师兄，他怎么跟师兄谈恋爱了？他平时就爱摇线头，线头啊，衣服上的线头。嗯。啊，他身上那个女的在，他做很多女的动作，他喜欢做一些缝衣服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女的是古代的女的。啊，还是个古代女的。哎，他没把你这个师兄现在当成师兄，你知道他把他现在的咬啊，就是针线缝完之后啊，不是要咬针线吗？咬断。对对对对对。他现在在咬他的针线，你听得懂吗？对对对对对。来。再咬一次，再咬一次啊！看见了吗？等一会儿奖励。我跟你们讲了，一个女的灵性在她的身上，她就会这样。所以她，你别看她这么胖，她做出来的动作都是女人动作，明白吗？她有时候，你倒是，你知道她的眼睛里，你是个男人。她是个女人，你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啊，赶快给她念经啊！哎呦，你让她到卫生间去啊，她就在里边要多做动作啦，啊，不肯出来啦，啊，听得懂吗？听懂了。嗯，又来了，你看勤劳就在这里。缝缝补补不肯停，不要嘛不肯停。啊，你有什么？你还有什么问题要讲啊？师傅需要给他放生多少条鱼？还需要？2600条。2600条。好吗？嗯，怎样给他平时做功课呢，师傅？做功课叫他大悲咒念49遍。嗯。心经21遍。嗯。往生咒叫他念68遍。嗯，好不好？好。其他的还可以暂时先不念。嗯，你赶快帮他超度啊，小房子赶快超度。好，好吧。感恩师父。哎呦，哎呦，嗯，师父他平时老要撒尿惹事儿。哎呦，这个女的，哎呦，师父他平时老要上厕所。我知道，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嗯，再就是要吃的。嗯，啊，他说他要你还他更多。嗯，是你呀、啊？我欠他、你上辈子欠的这个女人。啊、嗯，我欠这个女人。你听得懂吗？哦，听懂了。他要你还的更多。啊、嗯，要我怎么还呢？你现在不是天天在还他吗？哦。他要怎么样？他要你爱他。嗯。听不懂啊？他是我儿子，我就非常爱他呀。当然了，你抱他们你就知道了呀，这还不懂啊？对呀。听不懂啊？你一抱他，他就不讲了，开心了，不没有声音了，
我讲的对不对啦？对，非常对。你知道他上辈子是你的谁啦？不知道。老婆呀，女人呀。他是女老婆啊。啊，你是男人。哦。听不懂啊？才听懂了，听懂了。他还嗲得不得了，做的动作都很嗲，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念掉。他喜欢开窗户，你知道吗？喂喂喂，喂，你们又不懂。哎，你别打他。喂，你们不要动他。啊，你叫他站在这里。帅哥站这里。啊，叫他过来，过来过来，看看台长。喂，看看台长，看着看着。我们学佛以后学心灵法门后，叫他合合掌拜拜佛，来拜拜佛，看见了吗？老实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合掌了，看见吗？安静点，听得懂吗？台长会把你超度走的，叫他们把你超度走，你老实一点，听得懂吗？别去弄他了，你别管他了，他已经很老实了，他魂魄不齐，你知道吗？他眼睛看着他到处都是菩萨，这里不敢不老实了，现在看见了吗？好好修了，你们赶快给他念了，再不念就折磨他自己呀，也折磨你呀。你还打他，你打他没感觉的，他就是那个女的，对对对，那女的你打他是打你自己的儿子，你听得懂吗？对对 对你赶快把他念掉吧。对，别人打他都怕，我打他都不怕，没有用的。对，打他了，你们自己上辈子的冤结不懂啊。对，你看看老实了不啦？看见鼓掌了，看见了吗？好好修啊，求菩萨多多保佑吧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小弟乖一点啊，啊，身上的灵性走掉他就好了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好好修吧。谢谢台长，感恩台长。你这个同修啊，跟你呀、啊，我不好意思讲，上辈子也是缘分，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。你就看你这个情人怎么对他好的，你就知道了，这不是三角恋吗？这。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，谢谢谢谢了，我谢谢你哟，你让我大开眼界了。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。好了，感恩台长。你自己好好给他念经了，我刚跟你小房子已经开了吧？开了。明白了吗？知道多少张了不啦？知道了。好了，老实的，好了，走吧，啊，走了，三个人一起走，来，走，来。啊，搀着一起走，进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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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现在知道了吗？修心完全能改变一个人的。师父，感恩师父。你好。1955年属羊。1955年属羊的是吧？啊。你们知道刚刚他为什么摔话筒啦？你们知道不啦？发飙了，明白了吗？好，说吧，看什么？看看我身体吧。腰不好。对。我腰很酸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的眼睛很干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知道。睡眠不好。掉头发，颈椎也不好。哎呦，你有点血压高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经常不开心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注意啊，我讲给你听好吧。好，你的喉咙里啊，长了一颗东西。你可以去查的。
明白了吗？我今天在这里讲的，明白，你去查，查完了之后，你可以告诉大家了。哦，明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要赶快把它消掉的。哦。不是太好。哦。嗯，你的感情发生过变化，明白了吗？对。我的丈夫走了，不在了，20多年了。对。不过像你这种人，就算丈夫走了20多年，也会有人喜欢你的，只是你不一定想跟他好而已。有个人对你也蛮好的，明白了吗？我开破红尘的，我开破红尘的。你开破红尘不想要他了，但是他对你好嘛就好了呀，又不一定要你要再嫁给他的了，对不对啊？哦。嗯，你条件还不错，你自己家里各方面条件倒也蛮好的。你老公有钱？我老公啊。嗯。哦，1955年，属羊的。你刚刚说他还在不在了？不在了。对呀。20多年了，走了。瘦瘦的。对。人挺好的。他现在在哪里啊？很善良。嗯。你要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？死人是看名字，活人看生肖的。张，公账张。张什么？德，德月的德，德字体的德。张德宝。宝贝的宝。张德宝。嗯。你给他念过小房子吗？念过，还是不多。嗯。小房子念的不多。张德宝。张德宝。嗯，还算好，在阿修罗。在阿修罗。嗯嗯。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啊、嗯。你不要太凶啊。啊。你老实一点。哦。现在是他跟我讲的。哦。他说你过去对他太凶了。哦。他还债都还你了。嗯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啊，你要不要？你不卖账的话，我可以让他晚上自己来找你的。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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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嗯，其他没什么了，你还想问什么？问一个盲人徐秀，徐。徐秀。徐秀弟，徐秀弟弟。师傅，这个渠是那个目光的目，是上下结构。哦，两个目。对对对，啊、然后下面是。渠。对。秀呢？优秀的秀。优秀的秀。弟嘛就是弟妹的弟。啊。啊，徐秀，女字边旁一个弟是吧？哎、对对对。什么时候走的？2016年。女的是吧？女的。徐秀弟，徐秀弟。这个人过去活着的时候就是拜佛的。对对。非常好，我都没想到，很高。谢谢。玉界天。啊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我看到了，非常好。走的时候你们还给他做过法事。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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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。我们是往生的。对了，听得懂了吗？啊，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好了。啊啊！现在知道了不啦？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念的小房子质量怎么样？质量还可以啊。啊。就是你念经的时候凶了一点。啊，我能不能再笑一点？笑点。嗯、千手千眼，我为大悲心投了你多好呀！千手千眼，我为大悲心投了你，好不好？自己都笑死了吧？对对不对啊？对对对对。台长看都看见了，我可以把你拉过来看的，你听得懂吗？好吧。好好修啦，想开一点啦。现在已经比过去脾气好很多了。不修心的话，你脾气真的很厉害，明白了吗？啊啊啊！你不卖账的，谢谢你是个男人。啊，我是个男人啊。好啦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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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，谢谢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谢谢。看见吧？你看，开始不卖账，台长讲完了之后，他就相信了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，感恩。感恩共修，感恩那个共修组的佛友们。嗯，讲吧讲吧。
我想问一下，我的女儿1990年属马的。1990年属马的。身体状况。我看一下啊，90年属马的。90年马，啊，忧郁症。对对对。你知道吗？对。害怕，经常不开心。对的。不愿意跟人家接触。是的。但是脑子很清楚。嗯，对。心里什么都一本账，就是不想跟人家讲话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要给他多念心经，打开他的心门。是的。其实他人是非常好的一个孩子。是的。人也长得很端庄大方。是。明白吗？是的。比妈妈还高贵。对。小妹妹，你自己要懂得好好的念经，因为你妈妈掉过的孩子在你身上，所以你就总是不舒服。我就一直感觉我的颈椎还有半边身体特别不舒服。他在你就在你这个部位，你听得懂吗？嗯。你感觉不感觉这里有压力啊？对，这里一直有压迫感。看见了吗？而且我告诉你，他不单单压住你脖子，他还压住你的腰。对，我左半侧身体这一侧非常不舒服。对。我刚刚说，连你的手臂，这个手臂下面这根筋都压得很难受。嗯，对的。然后你们给台长也得鼓励的，我看到现在。你讲啊。上一次就是雅加达法会看完之后，在回去的那个飞机场上，有幸和台长握了手，然后感到非常激动，很荣幸。很好啊。对，而且我当场。小丫头，你现在几岁啊？我现在28岁了。20多岁是吧？28岁。28啊。上次给你加持了，你不知道啊？对，加持完之后我就感觉浑身发热，就挺舒服的。你现在没感觉啊？浑身发热啊？现在也感觉蛮舒服的，就是。开始了，我现在讲哪里，你就知道哪里热了。我现在让你脖子、颈椎这里开始热了。对。感觉脑子好像松开来一点。松了吧。嗯，松一点。小丫头，你现在的脑子里，我刚刚知道你现在脑子里啊，我看图腾啊，嗯，你还要，你以后还想有婚姻，你知道吗？虽然你有时候不想，但是你脑子里有时候还是想婚姻。对，有时候会想一下。嗯。然后我就感觉以前你会有一个男的，嗯，长得跟你很像，瘦瘦的，戴副眼镜。哦，啊，如果有这么一个男的嘛，你可能会跟他有一段缘分，但是也不会很长，因为你的性格已经不是太适合跟别人多接触了，你听得懂吗？你要多念心经。好，明白吗？好的。听话一点了，换一副眼镜，那种金丝边的眼镜，其实金光的眼镜一戴的话，人整个会转运的。黑黑的眼睛运程不好的。好的好的，你们自己试试看就知道。台长，就是我以前从19岁就开始就是学习压力大，因为我自己比较好强，那个时候给自己压力太大。对。后来就吃了那个抗抑郁，哦，是头胀，然后就吃了那个抗抑郁药，吃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断断续续有7-8年了，就一直断不掉，我一直想把那个药断掉。你记住我一句话，你只要好好的念这些经文，好好的修心，你相信台长，你慢慢的会跟医生商量减药，你只要自己没有这种压力了，你就是慢慢的病会好了。讲跟你讲句心里话了，台长弘法到今天，看看什么忧郁症的孩子，对我来讲小菜一碟。我是专看忧郁症的，像你这种算什么了？现在已经就是已经断了半年了，但是看见了吗？ 我自己就是就感觉还是你断了半年就是进步了。对，你过去断得掉的，你现在能够断半年，不就是因为念经啊？对，过去基本上断2-3个月就感觉不行，看见了吗？
你现在记住了，你最厉害的时候，我刚看图腾，你整个图腾想要掉下来，就是想过自杀，你听得懂吗？对，就感觉气喘不上来，人要就是往下死掉一样。对，气一点喘不上来。现在你不想死了？嗯。不会死了。感恩你已经过了。嗯。死的时间已经过了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蛮好，现在继续好好念，念下去以后慢慢去都可以断掉的。对，然后我记性很差，就总是记不住东西。一点点恢复，听得懂吗？好好好。吃了八年的药，突然之间想完全恢复，你告诉我有可能吗？可能。你家里也不是穷的嘞，连脸霜都没有，拿眼泪往额头上擦，这也是忧郁症的先兆啊，傻姑娘，好好听话啦，前途好着呢。我看你三年之后完全恢复。哦，听不懂啊？感恩卢台长。你现在知道吗？你要记住，等到你妇科比较正常了，你的生理情况比较正常了，你的忧郁症就好了。你现在生理月事啊什么都不正常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。鼓掌。现在听懂了吗？属什么的？几几年的？我是90年属马的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就是我现在颈椎对不好，是需要用中药调理一下，还是用西药帮我？中药调理。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。好的。啊，从《黄帝内经》到今天，传统的文化就是好。对。我现在身上就是有一个妈妈打胎的孩子在我身上，还有别的灵性吗？你还要我帮你找几个上去啊？哦，不要不要。还有别的？属马的是吧？对。没什么了，就一个。嗯，好。你就是非常的腰部这里非常不好。嗯，人直不起来就感觉。对，就整个人好像像萎缩一样。对对对。而且你的那个内分泌失调，睡眠不好。是的，是的。嗯。好了，现在跟台长讲话是不是浑身热啦？对，很舒服。啊，感觉。好了，没事了，给你加持了呀。需要多少小房子来还债？多少小房子？多少个屋？哈哈哈128个屋。128。放生多少条鱼？放生。哦，放生多一点。嗯。小丫头，你蛮小气的，但是放生要大方一点。嗯。你要放3400条鱼。听得懂吗？好的。又要小气了。为啥？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啊，3500条鱼。好吧。好的。好了，没什么问题了。可以，能不能帮我妈妈看一下？不，只能问一个问题了。不问了。妈妈想问什么，讲吧。妈，我妈妈身体也不好。妈妈，你自己好好修嘛就好了。你妈妈属什么的啦？我妈妈是，六七年属羊的。啊，你妈妈哦，哦，你妈妈劳碌命。不停地做啊、嗯、你爸爸也蛮好，你爸爸也蛮好。嗯，爸爸妈妈都蛮好，脑子有点小问题，想问题总是偏差。你妈妈嘛，就是贪，年轻的时候太贪小。嗯，对的对的。听得懂吗？嗯。你叫他放开一点，好吧？嗯。啊，不要小气啊，人大方一点，这个时候出去，那个时候进来。对不对啊？帮助别人，有舍了，你一定会得。舍得嘛，你要舍出去的呀，对不对啊？对社会也是的，贡献，你要对社会有贡献，社会才会对你好啊，对不对啊？妈妈要听懂啊，啊，你主要是关节不好，还有胆子太小，你这个太敏感，你整天怀疑你老公啊，在外面啊有没有人呐、啊，怎么的，你一定要当心了。我讲对不对啦？你老公又不是特别好看，一般的，听得懂了吗啦，妈妈？啊，听懂了。好吧。啊，好好听话啦，人不要精啊。啊。人算不如天算呐、嗯。好好的修心、嗯，你会越来越好的。嗯、好不好啊？好啦。好。
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感恩卢台长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今年呢，台长到新加坡来跟大家开示结缘，所以希望大家呢好好学佛修心。今天大家都看见了，希望大家告诉更多的有缘人，台长没有其他的目的，就是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，改变自己，让你们学习好，生活好，工作好，家庭好，我也希望社会好，国家好，我希望每个人都遵纪守法，每个人都爱国爱民，希望每个人都有高尚的情操，让我们这个世界充满着佛光普照。好，今天呢就到这里了。那么台长跟大家明年再见。我每年呢来一次看看大家，希望大家学佛精进，好好学佛，要做一个好好的人，因为这个世界上需要更多的爱，需要更多的善良，需要更多的慈悲，用我们的慈悲能够感化所有的人，让社会变得更加的美好，让每一个人心灵都健康。现在不单单要身体健康，而且要心灵健康，所以心灵法门就是帮助大家心灵改变，所以身心健康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。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法师们，感谢我们所有的嘉宾们，还有所有的朋友们，还有所有的佛友们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光临，谢谢大家，感恩。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，有更多的人学佛，有更多的人富有慈悲的爱心，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着阳光。谢谢大家。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，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。感谢大家参加本次2018年新加坡悬疑宗术现场解答会，本次法会圆满结束，祝大家法喜充满，如有任何问题请前往资讯处查询。